云林县从65岁嘅人口已经超过为20000，系超过3%嘅人士。其中二轮强嘅老人人口含高有24%。嗰时就有一台外地嘅云林乡亲，特别几乎系集团幸福巴士本二轮强工作，为行通唔离偏嘅老人家含高成长人士提供许多绿卡接送许多异样嘅服务。不过还有行通模仿片的老人家要去本意乘客对无卡人来讲是挺困难的，不过一下以为一台幸福巴士就可以用幸福门成功的设备，这样坐轮椅的老人家没就是成长人士就可以轻松的送茶。有这台来的时候等于等于我的帮助很大了，还有他的轮椅还有那个可以直接上升起来，这个设备最好。现在这个幸福巴士希望能让我们这些偏远乡村的我们村庄的一些独居老人能更方便就医。为了关怀上海老人家远离富民，替外地迄个乡五个两公婆在事业做成功以后回馈故乡，特别建立一台幸福巴士本二轮乡公所，为行通模仿片的乡亲提供多部卡接送，一本二十块，无就系福建也得会服务。我是觉得，因为它偏远地区哈，比较需要老年人嘛，因为年轻人都上北上去工作，那是不是这个偏远地区比较需要啦？是这样子嘿。因为阮二轮乡是一个超高龄的乡镇，所有超过65岁的长者已经达到24%外，将近1/4吼，所以阮家又阁无公车，所以要就医有当时啊。独居老人啊，加甚至身障者，拢真不方便。我相信有这台幸福巴士以后，我会当搁甲乡亲的服务做得较好。二轮乡公所讲，幸福巴士是采用协助文的方式，提供65岁以上行通模仿片的老人家、韩国成长人士免费来坐。温顺两个礼拜过后，就要开始转移去到云林县六间的大型医疗院所。安尼老人家去本医生看就唔是少的。下个新闻李新龙云林二轮报道。